得奖的是大嘻哈时代二，灯光设计层次丰富，利用多元化的灯光表现与嘻哈歌曲的节奏氛围搭配相得益彰，舞台灯光运用媲美演唱会等级，呈现出华丽炫目光影的视觉飨宴。恭喜大嘻哈时代二。感谢金钟奖评审的肯定，谢谢联心行销先例电视台约会娱乐川歌侯导还有嘉佩，谢谢大嘻哈所有的制作团队。不好意思，太紧张。我最主要想要谢谢的是，玉林哥。对，没有玉林哥就没有我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一位灯光师，没办法到现场，是罗宁轩，他也是这次的灯光设计，谢谢他。